啊，我到时候做视频的时候里面就可以插上夏虫视频的背景，但是还是需要抠图什么的，我就不这么做了啊。来这新的游戏休闲，这个世界将对你温柔以待。普通属于普通难度水平，硬核我们将竭尽全力对付你。像我这种高玩的 UP 主，高玩主播怎么能选择休闲和普通的难度呢？可以啊，因为我同时也是个普通人，所以呢我们就来个普通啊。是紧张的口干舌燥，这时蝙蝠领主出现了，他亲切地招呼他，咬破了自己的翅膀，来吧孩子，解解渴。他说咚咚咚咚，他高兴地喝下了那捧血液，笑了起来。经过一片墓地时，乌云闪电骤起，空气变得寒冷刺骨，女孩衣着单薄，冷得发抖。这时暗灵织者出现了，织者间用迷雾做成了一条精美的连衣裙，来吧孩子，暖暖身，他哄道。他高兴地穿上了那条裙子，笑了起来。女孩航行在不祥深暗的水上，希望找到的小船能带她回家，但她饥肠辘辘，心情沉重。这时深水鱼王出现了，送给了她一片自己的鱼鳍。来吧孩子，冲冲击，他讲道。他高兴地吃下了那片鱼鳍，笑了起来。说鸡不说八。接下来他很快来到了森林阴暗的中心。这时钢铁战马出现了，头戴一枚绚丽的金色齿轮。女孩走向战马，可她一言不发，她误以为金齿轮也是礼物，夺走了她。战马怒火滔天，召唤出之前的怪物。怪物的周围狂风四起，女孩越来越害怕。一个女巫突然出现，晦暗却庄严。这四个是不是就代表着四大家族啊？他叫嚣道：“给你越多，你越想要。”哎呀，那么我的老婆咪呀和我们的女儿，转眼间女孩就被困在镜子里了。哇，看，她睡着了。不是，这睡前故事讲这么恐怖的吗？怎么这么阴暗？她才半岁的。半岁的？书店的人说这是传统故事。流传了很久。嚯！再说 ，Rose 看起来也不在乎。Rose， 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啊，《泰坦尼克号》女主角。我们搬来这儿就是为了远离那一切，记得吗？我的记忆没出问题。叫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是你在疑神疑鬼。我不是。算了，对不起。可这不叫疑神疑鬼，叫小心谨慎。那你，小心谨慎地把孩子抱到床上去吧。我去做晚饭。金发美女讲中文不怪吗？不怪呀，这中文化都全球普及了，对不对？这外国人学中文这很正常啊。没事的 Rose。 哇，你妈想忘掉一切不是她的错。喂喂喂喂，哦，现在我们可以控制我自己了。你说什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我抱孩子去睡啊。 OK， 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我们是幸福的小两口了是吧？哎，什么叫小两口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小小的作两口，叫小两口。哎，那什么，阿波茨又买了本新书啊，小孩这个认拼音的书。哎，这什么？哎呀，怀孕时候的米娅。哦，米娅真是太好了。然后这是小两口啊带着小孩旅行的时候。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种事。三年前，说明期待已经发生三年了。等你长大了，我们就喝上一杯，怎么样？快点抱 Rose 去睡觉，行吗？好的。期待应该是在2017年发生的。这些年来，我们的音乐品味也提高了。你是说我的吧？有。啊，老婆在给我做晚饭。哇，这是什么？肚子饿了。婴儿用品。还没。那等会儿吧。我做饭的时候别靠太近，亲爱的。好的好的，亲爱的。呵，太温柔了。还有酒杯。哎，他们平时小两口过得还挺滋润啊，这喝的那个大瓶的气泡饮料啊，气泡水。哈哈。
哦，这是一个放食物的小仓库。米娅都是亲自做饭，所以这些东西积了一堆。Hope， 这是婴儿食品吧？哎，这是什么？检查罗斯的食物，2月6号，营养米粉、香蕉泥，呵，就是香蕉和泥混杂在一起。7号，甘薯泥啊，甘薯和泥，奶油煮菠菜，哇，这听着能吃吗？奶油煮菠菜，嚯！我知道有个 UP 主菠萝，伊森，别喂他糖和蜂蜜，蘑菇更不行啊。检查。这是什么？2021年2月2日，罗斯的伴随生日。哎呀，本作故事线应该就发生在2月2号前后啊。2月2捡龙抬头，转眼又回到他生日的啊。因为刚才不是说孩子长得很快，这不是说我们要多珍惜现在。他不说这个罗斯已经刚满半岁生日吗？说明离这儿不远。墙上挂着一些照片。这是哪儿？啊，这客厅。啊，这刚才房间的另一侧啊。然后大彩电有没有破四五？哦，可以看小孩特别爱看的节目。这是什么？婴儿监护器主机已关机。纸尿裤，他现在穿的有点小了。那合理的推测，婴儿房应该在2楼啊。然后这是婴儿车。天气变暖了，我们可以出去散步。好的好的，天气变暖了，说明现在冬天是吧？2月2，啊，那也差不多。现在可能2、3月份、3、4月份那样。我不记得这个地点是哪儿了。但是如果是加拿大的话，可能4、5月份也会下雪。乖哦乖哦，就跟你妈说了，那种吓人的童话书不适合你。对，不适合你，适合我。OK。哇，2楼房间还是很大的啊。这边是哪儿？哦，一个隐藏的娱乐设施，洗手间。这什么药？米娅的药品。自从事件之后，他一直严格按医嘱服药。那次事件应该就是期待的事件。这是什么？亲和。你妈和我都很喜欢这首歌。OK， 哇，这房子还是很大的。他俩，我记得意思你就是个普通人啊。米娅好像是个特工啊，所以呢，他们应该是还蛮有钱的。为什么要留着这个啊？有空该处理掉。摇头玩游戏先生，然后上面写的 LCS 就是 Lucas 的缩写。这是什么房间？好像是一个杂物室啊。在罗斯会走路之前要做个大扫除啊，灰尘啊，有灰，并不是得病什么的。什么史考证，看看人家拿一个，这房子都快赶上我住的公寓总面积了，拿这大屋子当杂货铺。杜尔威毒气事件调查结束，委员会在18号结束了针对2017年在路易斯安那发生的杜尔威毒气泄露事件的调查。这他喵的不是新闻，这是绕口令吧？调查称，这次致命的毒气泄漏因该地区地下岩层中聚集的天然气喷发所引起。杰克贝克57岁，和他全家被卷入毒气泄漏事件，一家四口无一幸存。据称，伊森·温特斯和他的妻子当时也在附近，不过当前他们均下落不明。我这不就在这儿呢吗？整个地区已被封锁，相关官员称该地区至少10年之内不适合居住。哎，大家就能从这一个小小的报道当中就知道政府和媒体是怎么给普通人老百姓洗脑的，或者说掩盖事件的真相的。非常的真实，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言论，所以我就不说了，大家心知肚明，你知我知啊，把知了打在公屏上。就到了，小宝贝。所以说孩子还小啊，所以婴儿房应该是和他们的主卧在一个房间。没错。婴儿床在那儿，我们再抱一会儿啊，再抱一会儿。因为我预感啊，我有个预感，就是说这种温馨的画面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多了啊，呵呵，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再多抱一会儿。抱一包，那个抱一包。哎呦，里面有个娱乐室啊。
这什么？检查一下。2021年2月6号，米娅和我又吵了一架，我不小心提到了3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对我大发雷霆。我们终于在欧洲稳定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还可以好好的养育罗斯。可是我总觉得自己的某一部分还被困在路易斯安娜的那个地狱里啊！他俩已经移民到欧洲了。我知道米娅不喜欢谈这件事，可我们真能忘掉一切，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吗？我们不是应该直面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才能彻底摆脱那场梦魇和罗斯开始新生活吗？至少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这么做。点点点点点点。我知道米娅也懂这个道理。如果真的不在乎的话，也不可能在医院里情绪爆发啊！这是他的一个电子的日记啊。这是什么？姓名罗斯曼里·文特斯。哎呀，罗斯的全名，可惜不是英文的。罗斯曼里，Rosemary，出生年月日2020年8月2日，身高62.30，体重6.57公斤。体检项目一切数值正常。附注：追加的病原真菌检测的结果将由波斯阿提供。阿普菲尔德纪念医院啊，也就是说这个波斯阿机构啊，一直在追踪着他们这一家子。Rose 没事的。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体检报告哎也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正呢？也做了一些小小的隐藏，小小的隐瞒，是吧？哇，哎，你好小宝贝。我操，太吓人了，这可比明牙讲鬼故事吓人多了。我枪械求生主义，真有人要对付你就不算疑神疑鬼了。哎呀，可把孩子撇地上，然后看那个相册啊，看温馨的相册。哎，非常的温馨。哎呀，还有 B 超的这个照片啊，米娅怀孕开始。哎，非常的温馨。真希望能一直这样。真希望能一直这样，这游戏还怎么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可以推断一下，现在呢距离生化危机7的事情呢已经发生了3年了，孩子半岁，如果是正常的10月怀胎的话呢，45入一下就是1年半，那么可能事件之后呢有大概1年半的时间，他们可能是在一个心理的恢复期，或者是侦查期，或者是在办理去欧洲的移民过程。罗斯明天要穿的衣服啊，他们还是非常缜密的，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都会提前的整理出来。来吧，小可爱，将罗斯放到床上。虽然很不舍，我就是看这个画面，我能看一年，但是呢，可能观众呢不能等我一年时间。别害怕，爸爸就在楼下。哎，爸爸就在楼下。爸爸不会让童话里的怪物靠近你。哎，然后我们打开了这么的一个监视的非常变态，但是非常必要的装置。哎呦啊，这个细节还是挺不错的啊。睡得很熟。哎，他这是玩啥呢？石头剪刀布啊，左手布，右手石头。哎。啊，我到时候做视频的时候，里面就可以插上下虫视频的背景，但是还是需要抠图什么的，我就不这么做了啊。他怎么样？睡得很熟，啊，汤做好了，就像个婴儿。嗯，番茄汤是什么？哎，别碰！哎呀呀呀，烫烫！这是蔬菜肉丁酸浓汤，啊，是一道本地菜。啊，本地菜。哦，你已经变成本地人了。嗯。还有本地酒。他不是在欧洲吗？所以可能是欧洲菜，啊。不过，要是你整晚上都闹情绪。就没你的份儿了啊！你真的没必要再担心了。只是在路易斯安那找到你，怀孕 ，Chris 让我们搬家，军事训练，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克里斯让我们搬家，可至少我们在一起。你、我、Rose， 现在一切都会。真心话，你真以为我们能就这么忘了路易斯安那的事？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我就是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哎呦我去！哇，米娅，趴下！断电了，断电了！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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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这么突然！哎呦呦，哎呦！米娅。会吧，哇，克里斯来了。 Chris， 为什么？对不起，伊登。为什么这样子？你拉住了我说你有些犹豫，你没有豫啊。我操，咋的了？哎呀，想弄我是不是？想弄我？接着走。我操！哎，还我女儿！没有危险。Rose，
你要把我孩子怎么样？目标已到手，长官，把他带走。我说了别碰他。伊森，别。我操！医生你好。你好，温特斯先生，您孩子的结果出来了，能否请您二位过来谈谈这事？下周四下午4点怎么样？没问题，到时见。这回忆吧，在这儿。医生的电话，约下周见。祖传的海带头发。乐观点好吗？我们谈过了的。是啊，我们基本没谈过别的事。我一直都跟你说，我担心的不是 Rose。那你担心的是什么？嘿，他会没事的，我知道。还在意什么呢？在意我们伊森。我在意的是你，你就是不。米娅，你在说什么呢？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跟我说说好吗？混账！我接个电话。我醒了，要命！我现在视线还不清楚啊，什么？你在说什么？Chris Redfield 在哪儿 ？Rose 呢？妈的！妈的！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随身手电筒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又可以互动了。检查不能用了。检查任务目标一，消灭目标，回收尸体。哇，这指的是米娅吧？二，保护罗斯玛丽温特斯和伊森温特斯。特别指令，把这两人送到地点 C 接受进一步调查，至少要配备两个护送兵运送。哇，这个信息就非常的重要了。首先，我们知道他们的任务目标呢是消灭米娅，保护罗斯和伊森，也就是我。那为什么呢？对吧？在期待故事结尾呢，我们知道其实伊森也已经感染了伊芙琳的这个病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这三年的幸福时光，这一个家庭，这一个移民欧洲，都是波斯啊？在对我们做一个秘密的实验呢？但是如果真是实验的话，为什么要消灭米娅呢？米娅不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对象吗？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或者说他们所说的消灭目标回收尸体，有没有可能是指米娅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她并没有真的死？哎，有没有可能在九或者是八的之后，我们就继续寻找老婆的这个人，是不是在寻找老婆？有没有可能？嗯，然后呢，可能是在运输我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现在还是冬天啊，车牌号7-JR XXVY4。哎，这地上有着些许的痕迹啊，不知道是脚印呢，还是说是这个游戏的引导。嗯，什么事儿？是谁？至少两个雇佣兵。对呀，有一个就没了，失踪了。可能那个雇佣兵就是抱着若斯就走了，可能。有可能，因为呢车里也没有。我操，什么声？车里也没有 Rose 的身影，是吧？蹲下。哎呀，不是，这都能被嘎出血？我不是受过军事训练吗？可能现在呀，刚发生车祸啊！我操！然后身体还有些颤抖啊。而且现在大冬天，之前呢我们应该是穿的居家的服装，所以呢现在是非常寒冷。哎呦，乌鸦！哎呦，
开膛剖肚了都已经，这乌鸦，嚯，解剖课标本，嚯，这又有乌鸦，嚯，我操，这么多，哎呦，嚯，我操！吓死我了！我操！你没死透，差点把我送走！我操！而且这个音效做的，这有点假呀、啊！这，我去，这起雾了呢！这。什么声？我去！呀，小河，小桥流水人家。这什么备胎？这小房子，这什么东西？碗。我现在啥都拿不了，是不是非常虚弱 ？Hello， 有人吗？没有啊，这有个房子 ，Nice， 进来了，至少有个挡风遮雨的地方了。火，这音效过度的有点夸张了。哇，这有各种工具什么的，我就不能拿一个防身吗？啊，拿个扳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吗？哎，这还有个小背包。哎呦我去，现在我们是弱智一身。这能互动的，打开。哎，绳子，这有刷子什么的，啊，只能关闭，拿起来干啥呢？检查一下有没有水。这个方向好像是关上了。OK 吧。哎，这还有一些药丸，迟早药丸。哎呦我操！什么声？我这有血迹！哇，我被发现了，我暴露了。打开。哎呀，里面有一些衣服、档案，还有一些工具什么的。我操！老奶奶在织毛线。楼下，这还有地下室呢。嚯哟！带脚的标本，这一上楼不就磕个头吗？在这儿啊，这还有一些食物，但看着有点恶心。这是什么？大蒜，驱鬼用的。嚯，腌的泡菜，腌完也不知道是韩国是中国的啊！危险言论啊，不说不说。哎呦，这他喵什么？这是圣母什么？是吧？还行啊，我没在怕的呢。面粉什么的啊，这好像是避难房。我操，哇，这么多血，我去。嗨啊，小可爱啊，非常可爱的动物。那没东西了。哎，我操，房子要塌，房子要塌。哎，等一等，这个图像，赶快上去，我现在还跑不动。这路头掉这儿了，我操，什么声啊？啊，柜子倒了，柜子倒了，小柜子，现在只能匍匐前进。哎，扒拉开！哎，起开！嚯，我这是手上流血了，可能是地板上有什么玻璃碴子什么的。什么东西干的？我操！这地上这么多血，那我有伤口，然后又有血，我是不是又被感染了？L 攀越 ，OK。
现在天亮了。嚯，曲径通幽处，豁然开朗。这是在哪里？哇哦！哇，这风景爱了爱了，这有小风车，搭风车吱呀吱呀溜一转。